明天就是除夕了，但是有民众去年十二月网购的年菜到现在都还没有收到。民众发文指控知名年菜业者不但没有出货，甚至连客服电话也不接不回应，直言难道是遇到诈骗了吗？那么对此业者发表声明回应说，95%的顾客都已经收到货了，剩余的205位顾客是因为物流受到影响才会延迟收货，强调会负责到底。樱花鲍鱼、佛跳墙、清蒸鲈鱼，还有蜜汁双方，知名的年菜业者网路周团卖年菜，但有民众直到了1月20号小年夜订购的年菜都还没有收到，那这感觉就很像诈骗了。我们就是刷卡付费给你的，都很准时的给你钱的。年菜这种东西，你年后发，你说得过去吗？你说补偿一个购物金，这不太对吧？新北市这名陈先生去年12月16号向知名业者订购了年菜，不料不但迟迟没有收到货，线上的客服或是打电话，业者通通都没有回应，让他直呼：难道是遇上诈骗了吗？网络上很多网友都说他目前还没有收到货，或者是他说他收到货了，只有一两条萝卜糕。甚至也有其他网友哀嚎，认为自己也被骗了，说过年都快到了，年菜却还没到，团圆饭没有年菜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哭喊谁来救救他？年后补气，谁要这个年菜啊？所以消费者可以主张说，我依民法232条的规定，我就主张我不要收这个东西了，那我要主张解除契约，然后你要请求损害赔偿。消保官也不排除年后联手台北市开大型的调解会，而业者则回应205位的顾客订单受到物流影响有延迟，强调一定会负责到底。现在民众只能够伤脑筋，毕竟年夜饭开饭在即，要去哪生一桌子的菜？记者陈子昂、张世奎台北报道。